天后蔡依林和男友景荣爱情长跑六年，虽然一度传出两人将论及婚嫁，不过恋情却始终没有像谣传的一样开花结果。亲朋好友也在一旁鼓噪，要两人快点结婚。不过两人之间的背景真的是天差地别呀，在演艺圈还没有代表作品的景荣，收入以及知名度都大不如九令，加上女大男小的姐弟恋，让景荣被冠上了后的男人。这卑微的称号让景荣感到相当的不舒服，他表示男女恋爱是公平的，所以外界要怎么议论就随他们去吧。就连命理师都不看好这对恋人了。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，日前景荣被算出将会被蔡依林给甩掉，两人恋情顶多再撑一年。景荣听闻后则是回应说，每年都这样说，结果呢也没有人说他们不准啊。淡定的态度，看来他对两人的恋情是充满信心的。